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70页。370页，我们从第一行念起啊，解。这是念老的注解，正觉者，正悟一切诸法之真正觉知，即如来之实知，故成佛曰成正觉。如净隐疏曰：“如来正觉，总具佛智。”可见，如来正觉是此，全表佛智，此智甚深，故曰难量。正觉这个名词，我们常常看到。正觉，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这是在许许多多经论当中看到的，梵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那么此地说的正觉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为什么呢？这个地方说是如来之实知，真正觉知，成佛叫成正觉。那么通常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翻作正，菩提翻作觉，这个正觉是阿罗汉所证得的，前面说过了，阿罗汉比起我们世间法，它是正觉，我们是不觉。阿罗汉比菩萨，菩萨是正等正觉。阿罗汉的正觉不能跟菩萨跟佛平等，菩萨的正等正觉又比不上佛，佛加了一个无上正等正觉，由此可知，佛法的修学，这个觉这个字是非常重视，觉就不迷了。通常用觉来翻佛，佛者觉也，法者正也，正知正见，身者净也，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通常呢，我们读到的，佛法僧三宝简单的解释。那么说到证悟一切法，一切法了范围就大了。阿罗汉所觉悟的是一切法里面的局部，就是六道轮回。
六道里面的一切法，他真正觉知，六道之外的他不晓得。那么六道之外的是谁？由四圣发起，菩萨知道。四圣法界之外，就十法界以外的，全教菩萨也不知道。化身菩萨那就成佛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们知道。他们能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这个是一切法了，一法都不漏。那么此地是讲证悟一切诸法，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这个智慧真正的觉知，这是如来果地上的真实智慧所以成佛也叫成正觉净严疏里面就是这个解释，如来正觉总具佛智就是平常所说的无上正等正觉是这个意思。那么可见呢，如来正觉这四个字全表佛智，此智甚深，所以叫难量，量是测量。因佛极证涅槃甚深法性故，这解释为什么难量。佛所证得的是圆满的，涅槃甚深法发现，前面我们读过，这都是指自信圆满的心得。佛举了十几个名词，这些名词都在其中涅槃发现、家乡素月、如来正觉七智难量者，明真知绝妙，照穷法界，非下情所测。这也说得好。明心见性的时候，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无言圆明佛的肉眼、慧眼、法眼天眼跟佛眼我们自信里面见这个功能达到究竟圆满所以变法界、虚空界它全都照见穷深深的照见照见法界，下情是佛以下的，菩萨没有佛眼菩萨有法眼，阿罗汉有慧眼，天人有天眼，他们
能见量都比不上佛，只有佛彻底穷尽明了诸法真相。又真解曰：如来正觉，乘弥陀亦如来乘真觉故。如来正觉者，这完全说到本宗啊，净土乘弥陀亦如来乘真觉。这是净宗第一义，净宗完全靠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不是靠自力，是靠他力，他就是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有真诚的信心。真诚、恭敬、真心啊，一定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心愿持名啊，这才能往生。往生就等于成佛啊，成弥陀亦如来，成真觉。啊，成就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圆满，啊，同样的证据，此应身即本地身也，应身同时具足。化身的功能啊，不但应身具足，释迦牟尼佛在世间是应身，化身也具足。如果不具足，怎么能够度化十报土的菩萨？十报土41位法身大士，全都是明心见性，而且上层的啊，像十地菩萨、无始无明的习气。都快要断尽了，跟如来正觉很接近了。佛怎么帮助他们？佛是真帮助啊。在十报图里面现身，是现的报身佛啊。世尊在《观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报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毫，每一个毫放84000光。光中都有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啊，这绝不是菩萨地能做得到的啊，等觉菩萨也做不到，这如来的。所以我们知道
如来的无论是应身化身，他的智慧德能是圆满的，不会说化身佛不如应身，应身佛不如报身，不可能有这个现象。啊，这个现象是讲不通的。啊，是此应身呢，即本地身，本地身是法身呐，其知难量。念佛三昧为所住啊，住此法甚妙智故。这一句重要，这个智慧，如来真觉从哪里来的？是自性本有的，本自具足的，不是修来的。但是我们这个真觉没有了，我们今天现前是真觉，真觉变质了，变成烦恼，无量无边的智慧变成无量无边的烦恼，啊，变质了。现在的问题，怎样把烦恼断掉，让我们本有的智慧现前？啊，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念佛三昧为所住，这一句话重要了。我们今天把念头，念头是个妄心，把念头啊住在念佛三昧当中。念佛三昧是什么？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四字、念六字都可以。啊，不要去分别，喜欢念六字就念六字。喜欢念四字就念四字，啊，莲池大师说四个字简单，六字太多了，越简单越好。啊，他念四个字，可是他教别人念六个字，人家问他这是为什么？啊，他解答得很好，我这一生决定要往生。啊，经典里面教我们支持名号，我就支持名号，名号就四个字。那南无呢？南无是归命的意思，归依的意思。啊，那这客气话不需要了。啊，我四个字就念到底，我决定要往生，没有丝毫怀疑。那教别人，别人往生的心不恳切，啊，未必真想往生，那加这两个字好，我皈依阿弥陀佛，我皈命阿弥陀佛。莲池大师这个说得好啊，我们如果死心塌地，我这一生什么都不搞了，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那就跟莲池大师一样，念四个字就可以了。啊，一定要念佛三昧为所住。啊，住此就是住念佛三昧，就能发甚妙智故。我们自性里面的智慧啊，会透出来。住念佛三昧，那是得定了。念佛三昧是念佛修成的定功。啊，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
这叫念佛三昧。啊，在净土中也叫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有三个等级。最下面最低的叫功夫成片。我们常讲啊，从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心里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叫功夫成片。到这个程度吧，往生就自在。真的想什么时候往生，什么时候佛就来接你。你跟佛信息通了，没障碍了。念佛三昧再往上面提，四一心不乱，那是什么？见思烦恼断了，不求往生。这个境界跟阿罗汉相等啊，已经超越六道轮回了。四一心，理业心不乱，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生十八土。超越十法界了啊，这是讲功夫浅深，品位不同啊，必须念到功夫成片才有把握往生啊。在功夫成片这一个境界里头，你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了，你不会去想它，你不会去念它，你所想的你所念的就是一句佛号啊。这是念佛法门往生的秘诀。盖为释迦如来正觉，乃臣弥陀亦如之臣，二来成正觉，故与弥陀同一种属真属，亦同一法身。当前现瑞的应身佛十界法身，叫本地身的如来，亦如弥陀住于念佛三昧，由于住此三昧也，发甚妙之智慧，故其智难量。这一段话真解里讲得真好。啊，日本这些祖师大德的著述，真解独妙啊！确实，得到如来真实意啊，所以。念老在这个集注里头也引用的最多啊，他这里讲的很清楚啊，意思是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他怎么修成佛的？他成弥陀亦如之成，
一如之尘就是一尘法，比大乘还高。大乘宗基的是尘菩萨，一尘宗基的是尘如来、尘佛啊，而来成真就。从这一句话里头，我们能够体会得到，成弥陀一如之成，就得到阿弥陀佛圆满的价值，已经成佛了，再得到弥陀的价值，故与弥陀同一真如。圆满的相应呢，释迦如是，我们也如是。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如果你能成弥陀一如之成，这弥陀一如成是什么呢？就是本经，就是这部经。用这部经的理论方法境界功德加持你，你跟阿弥陀佛就没有两样。所以故与弥陀同一真如，同一法性，同一法身，当前现瑞的应身佛，实实在在就是法身如来，本地身是法身。也跟阿弥陀佛住于念佛三昧一样，由于住此三昧，三昧是定，定生慧也，法甚妙智慧，这个智慧不可思议。等觉菩萨都不能讲清楚，那等觉以下了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因此非地上即等觉诸大士所能称量之度，这是自信圆满的智慧，不是外来的。等觉跟下地，等觉以下的，他们还有无时无明习气没有断干净，这些东西干扰他见不到如来圆满智慧。如来究竟的智慧他们还差一点，除这一点之外，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也就是应化在
设法界，这种能力跟诸佛没有两样啊！释迦牟尼佛能实现，他们也能实现啊！能教化一切众生。由于甚妙真智，照了真如啊，便能通达一切诸法，无有阻碍呀，故曰无有障碍。啊，神通感应，不可思议。底下一段得用圆融啊，得时功德挂壶里简单的分三德妙用啊，三德就分三小苦。第一个念界圆融，能与念勤住无量一劫，深即住根无有增减。注解里的说，这个四句见唐仪显本地发生之德啊，我们知道发生没有相，发生变一切处，变一切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为什么？没有法身，就不会有一切法。一切法一定要靠法身，它才能现前。法身没有来去。啊，大乘经教里头常常形容它，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它的起灭完全是缘，众生有感，它就现身。感没有了，身就没有了。啊，现身说法，种种神变，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个一定要明了的。如果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他是菩萨以下的。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是说法身菩萨，《华严经》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如果还有分别，这个菩萨是三乘菩萨。啊，他有起心动念，他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阿罗汉没有执着，有执着的习气。
啊，辟支缚，执着习气断了，有分别。那么这些戒位，我们搞清楚、搞明白，回过头来想想自己，自己在什么个戒位上就很清楚。我们连阿罗汉做不到啊！不要说阿罗汉，粗苦，粗果已经放下。五种见惑了，我们没放下，那我们就是道道地地的反复啊。不可以劣等啊。反复要说我是粗果，粗果是圣人，小圣。这叫大妄语，大妄语的果报是在无间地狱，那又何必呢？为什么要充面子呢？啊，还说自己是什么菩萨再来的，什么佛再来的，那这个果报可麻烦了。啊！你们这些人说我，你又不说我，你怎么会知道？胡造谣言呢？我自己清楚啊，自己明白。啊，确确实实是凡夫，凡夫不丢人。凡夫纵然是无逆失恶，回报大乘，对。遇到这个法门，十八愿都有救。啊，我们在市场做功夫，叫功夫前身嘛，做什么？什么叫功夫？我们现在完全明白，功夫就是放下，放下的越多，功夫就高。啊，品位往上提升。啊，放下的很少，这功夫就差一些，品位就低一点。这真正要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最感觉到幸运的，就是解门啊，这得了一点力好处啊。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清楚明白有什么好处呢？不怀疑了，对净土不怀疑，对大乘不怀疑，对释迦牟尼佛不怀疑，对阿弥陀佛不怀疑，啊，我们自己晓得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念佛，用一个心，不是用两个心。啊，用真诚心工作，用真诚心，恭敬心，真信心，处事待人接物，就用这个，用这种心念佛。啊，跟佛才能够起感应道交。早年我跟李老师，李老师跟我说，说的都是真话了。我们这一生，其他的法门不谈。
为什么呢？根本就没指望，学白学了，不能解决六道轮回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只有净土这法门。我们什么心态学呢？只有一样，至诚感动。他老人家教我四个字，诚，诚就灵，诚就是菩提心。菩提心之体就是诚。真诚啊，菩提心的作用有自受用，有他受用。自受用，我们学了无量寿经，我就用《无量寿经》上清净平等觉来说自受用，大家好懂。说身心不好懂，不好讲。真诚心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悟，不迷了。他受用慈悲，这20多年，我在美国跟大家分享净土，提出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一念是菩提心。下一联，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就是一向转念。用本经来说，上面是发菩提心，下面是一向转念。放下看破才能一向，你放不下看不破，你的方向是散乱的，你没有方向。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依照这20个字修行，就决定得生净土。那我们想想，我们没有放下，没有看破，没有得到自在，我们不能随缘，什么事情还是斤斤计较。不愿意随缘，把这个事情看的都是真的。这一句佛号念不好，菩提心加上看破放下随缘自在，那个佛念的就有感应。我把这20个字做成一副对联，天天提醒自己，
遇到放不下的时候，遇到不肯随缘的时候，多念几遍。就行了，不要再执着了。断我修善，积功累德，是我们念念想求的，想多做一点。佛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是断我修善，就是积功累德。不要再搞别的了，就这一门深入就好。真正想在这一生成就的，你就不能不放下。你不放下，这一生决定空过。一定要知道人命无常啊！晓得什么时候？自然灾害化解了，没事了。大家念佛，可是还遇到事情很麻烦的。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有一些学科学、学军事的人告诉我，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多久呢？大概不超过两天，全世界就毁灭了。这个我们能相信？现在全世界拥有核武的国家，他们核子弹头加起来，科学家说不会少于50000枚。如果一枚毁掉一个城市，炸死100万人，这50000枚把世界上人统统炸光了，一个也不留。一个100万，10个就1000万，100个就1亿人，100个，50000还得了啊？世界上人口只有70亿，全炸死了，还没用完呢。这才叫真正可怕。古老的预言里头，世界末日列了有这一条。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圣世界末日，是整个地球毁灭，没有胜负的。我以前说过，美国原子弹多，可以毁灭中国100次。中国也有原子弹，可以毁灭美国1次。1次跟100次是平等的。这战争不能发生，一发生，人类绝灭。这非常可怕，这个战争来的时候，赶紧念阿弥陀佛求往生，不要求存活，
毫无意义。啊，一听到这个信息，一切放下，就是一心念阿弥陀佛，在饭也可以不要吃了，觉也可以不要睡了。一句弥陀念到底，就求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决定来接引。啊，这是生死关头，决定来接引。得用这前面一段，念界圆融就是空，时间没有了。啊，在法性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所以在念前。我们看。继续往下面看，行本地发生之德，住无量寂业，这个寂无量意寂，表佛寿命无量，这个无量是真的无量，不是假的无量。为什么呢？不生不灭，这就是真无量。有生有灭，再长都不是真的无量。啊，我们要好好记住。啊，佛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那个三世佛里头有未来佛，未来佛包括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未来佛，包括我们，啊，所以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法身不生不灭。啊，学佛最后是回归到法身，法身叫本地身。啊，我们今天现在这个身是报身，不是如来的报身，我们是业报身。造的善恶业啊，善业啊，这个身享福人天福报啊，罪业报身就是三途啊，畜生恶鬼地狱啊，这是罪业的报身。人天还算不错啊，小善小福的报身，业报。最胜王金啊，寿良品有一首偈子说，若人住异界，假如一个人他能活到一异界，尽力常算数啊，啊，算佛的寿命，一佛不能知，世尊之寿量，他算不出来的，啊，真无量，啊，精进于能于一念，住无量劫，此劫华严，世事无碍。法界十玄门中的十世各法一乘门，如净义华严语，知无量劫是一念，知一念呢即无量劫。这个一念。是弥勒菩萨所说的，
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当中的一念。我们依照弥勒菩萨所说的，把它计算出来，现在这个时间科学是用秒做单位，那一秒钟有多少念头呢？算出来是1600兆啊。换一句话说，这个地方所说的一念啊，仅仅能于一念，这一念呢是1600兆分之1秒。换一句话说，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念头。这个时间多短，在这一念当中我们什么都见不到，一念里头有没有东西？有东西，而且是具足一切法。这个一切法是整个宇宙啊，全宇宙啊，就在这一念当中啊。啊，我们的六根不灵，没感觉到，眼没看见，耳没听见，啊，连意里头也没有知觉。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从比喻里头能得到一些概念。啊，我们看过去的电影，现在是用数码，速度更快了，画面非常逼真。啊，过去是用动画，动画速度慢，啊，是用幻灯片，电影的底片是幻灯片，啊，照相的朋友们都知道叫正片，正片是幻灯片。啊，每一张幻灯片没有2张相同的，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念头，跟第二个念头不相干啊，但是它相似，所以我们看到是相似相虚相，不是真正相虚，相似相虚相。那么这一张放在放映机里面放，只是放一张，其他的都不要，就一张。那在放映机里面说，我们就知道这个画面呢是24分之1秒。我们想想，24分之1秒，我们眼睛瞪大了看荧幕，哎，看到光一闪没有了，知道有个光闪一下，光里的什么不晓得，就是这种情形。如果把这个速度加到1600兆分之1秒，你能看到根本没看见呢。这个东西真正在眼前呢，一点都不假了，真的没看见。啊，眼不行，耳朵也不行。真正发出巨大的声音，
天崩地裂也没听见。六根在这个里头啊，通通失掉作用了。这就是什么？我们迷啊，迷惑颠倒到这种程度啊！谁看见了？啊，今天科学家知道了，他是用仪器观察到的。啊，佛告诉我们，八地以上。啊，换一句话说，十报庄严图里面的菩萨，七地以前的都看不见，八地看见了。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五个位次。这五个位次，你知道有多少人？他们统统看见，亲眼看见，听耳亲耳听见。啊，宇宙星球爆炸，那亲自听见。我们在我们面前，我们完全不能觉知。这叫迷啊，菩萨能看见叫觉啊。啊，八地菩萨就能看见了。啊，佛教的我们不是为别的，开发我们自信本有的智慧的能，神通道理，通通是自己本有。啊，终极的目标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回归常寂光，大圆满呐！常寂光是什么？跟一切诸佛融成一体。啊，因为它的体是光，光光相融，融成一片。啊，一切诸佛所修成的功德，在我身上，我修的功德也在他们身上，融成一片。智慧、神通、道理无量无边，无法想象，这叫大圆满。这真究竟啊，所以这经上讲啊，经经所云，能于一念诸无两界，这就是华严经上四思无碍，摄学门里面的摄事各法一乘门。前面概要里头我们学过，在这个里面我们再学一遍我们参考资料第十页，摄事各法一乘门。为华严宗十玄门之一，此门乃就时间而言，表示时间之圆融无碍。彰显诸法皆为缘起一体，诸法是全宇宙里头一切法啊，慧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啊，宇宙之间一切法都是一念发生的。哎，
还归一念，懂吗？一念发生，一念就没有了。啊，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就是一念，一念有起灭。啊，第二个念头又有起灭，第三个念头又有起灭，如是一个念头接着这个念头，它不断，相思相续，我们能看见。如果那个一念生灭呢，拔地以上看到的，看连七地菩萨都看不到。这叫诸法实相啊，是真实相啊。我们没见到过，我们见全假相。假相是相思相续相。啊，一秒钟我们才能感觉到，有相存在，但是一秒钟里头已经有1600兆次的生命，好像是融在一起，重叠在一起，我们眼看错了。我们今天眼见耳闻，是这种现象。啊，这个现象，佛不说，谁知道？佛虽然说，知道人不多。今天要不是科学家证实，我们对佛的说法有怀疑。佛的地位太高，声望太大，不敢反对，但是有疑问。啊，佛说的，佛决定是真话。我们不敢不信，但是有个疑问，这个疑问解不开。啊，我们生活在现代，30年前，前一辈的人就没有这个缘分，没有看到科学报告。啊，像李老师他们这一代就没有看到这个报告。啊，我们今天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这个疑问解决了，真相信了，不再怀疑了。啊，你说这个问题多难啊！这是佛法里讲的神秘。秘密是深秘，太深了，很难相信。不是秘密，啊，佛法没有秘密，太深了，太微细了。啊，佛经里面讲物质现象。最小的物质现象，即为之微，我们也只有个概念。对于什么小到什么程度叫即为之微，无法理解。啊，佛只说了一个现象，小到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我们只有这么一个概念。那么科学家这么多年来的工作在分呢？啊，80年前发现电子，啊，原子，那个时候以为原子是最小的，最小的物质单位。啊，他通过这80年，科学家不断的再分。
啊，把原子分裂了，看出组成原子的原子核、中子、电子。啊，它活动的现象像一个小宇宙。原子核是核心，电子好像是行星，围绕着它转。啊，再把原子打破，分成粒子。啊，基本粒子。啊，粒子再打破，分成夸克，越来越小。啊，最近的报告，夸克还能打破。啊，大概。基本粒子跟夸克合起来有100多种，应该是佛经上所说的色聚即为，意思很好。色是物质，物质还是聚集，还不是最小的，但是非常非常微细。色聚即为啊，这个东西在打破之后，发现更小的微中子。啊，微中子的体积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大概100亿，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原子里头的一个电子，是一个电子的1/1000000。科学家有本事能把这个东西再打破，打破之后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那这个就可以说是佛经讲的即为之为。佛说这个东西打破了，物质没有了。哎，微中子打破，物质真的没有了。啊，看到打破之后是什么呢？是意念波动的现象，就是念头。这个发现是科学革命的发现，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啊，因为在过去一直以为。心理跟物理是两桩事情，那念头是心理。现在这一发现的时候，物理跟心理是一桩事情，不能分。啊，物质从哪？从念头来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啊，所以现在科学说了，根据这个。这个发现知道，物质是从心变现的，所以念头能够支配物质现象。所以念头善，物质都变善；念头不善，物质都变坏了，都变不善。啊，应用在个人身体健康，那就你念头好，你什么毛病自然就没有了。这个发现了不起啊！啊，地球上这么多灾难，大家念头好了，灾难全没有了。啊，极乐世界怎么形成的？极乐世界居民没有一个人有恶念，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每一个人都没有恶念，这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这才发现原来念头主宰了一切。但是这个话3000年前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
啊，特别讲的相由心生，相是物质现象，心生为人懂啊。老和尚常常讲这个，想不出来，相由心生，我想一只鸡，它不会变成个鸡出来。我想一只小狗，小狗也不会真的出来，怎么是相由心生呢？啊，到科学家这一发现是真的，不是假的，相真的是由心生。啊，这个相极微之微，最小的物质现象，念头变现出来。啊，所以这个发现科学家就提出了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能够把这个念力集中就产生巨大的能量啊，这个佛说过了，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啊，科学家说，真正把心的能量集中，这个能量可以控制太空星球运转的方向，可以改变它的轨迹，有这么大的能量。啊，那地球这小小灾变，这算什么？轻而易举啊。这个科学跟佛法合起来看呢，就很微妙了。啊，我们有理由能相信这个事是真的，所以我们天天想极乐世界，天天想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决定现前。为什么？从心向生。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要着相，极乐世界也是心相生。啊，真正不生不灭的就是自性，自性没有现象，一片光明，照空照有。啊，所有的现象全是心变现出来的。啊，释玄门了不起，把整个宇宙奥秘全揭穿了。啊，谁揭穿了？没有科学做证明，我们还是有疑惑，还是搞不懂。啊，所以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彰显诸法皆为缘起一体。一破众生呢，之时间有牵流，不能一念具足之意。一念真的是具足，具足整个宇宙。啊，我们用这个幻灯片做比喻。它是具足的，它是圆满的。啊，念念都具足，但是每一个念虽然具足，里头有小小的不同。啊，也就是念头是独立的，前一念不是后一念，后一念不是最后在后面的一念，不是。啊，他念念具足，所以整个宇宙就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
啊，他念头不是一个念头，如果是一个念头，就成佛了，用佛没念头，没有念头，完全是平等，是一样的，啊，是一片光明，啊，有念光就没有了，就现宇宙，只要有念，它就现宇宙。啊，所以宇宙是个生灭法，念头生灭。啊，这个生灭法我们看不见，我们六根的能力完全达不到。啊，一定修到第八地，就完全看到了，看到了，听到了。啊，闻到了，接触到了，啊，那是真相，无所不知，那就是如来真正的智慧，啊，没有一样不知道。啊，那么众生确实有这个疑惑，这个一念具足啊，很难相信。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这三世啊，三世过寒过先为三世，这就九世了。啊，过去有过去，过去，过去现在，过去未来，现在也有，现在过去，现在现在，现在。未来也有三世，未来未来，未来现在，未来过去，所以一共就九世。啊，过先为三际，共为九世。九世诸法，不处当前一念。那么前九世啊，这称为别，一念是总，合起来叫摄事。这个概念我们要有，为什么？你才能看破。你没有这个概念，你不能看破，不能看破，你就不能放下。啊，这个能帮助我们看破，帮助我们放下。啊，所以一念是总，确确实整个宇宙就是一念一念相续，就像我们老是这个电影的幻灯片，一张一张，它速度太快了，啊，快到的这个程度是让我们六根几乎啊作用全失掉了。眼不能见，耳不能听，鼻不能嗅，身不能触，啊，作用完全失掉了。在这个速度里头，这个速度慢下来，慢到是慢到一秒钟，二分之一秒钟还可以，有个模糊样子，一秒钟有个清楚的样子。啊，越慢越清楚，看得越清楚，越快越快，看得越模糊。啊，24分之1秒已经看不出东西了，只感觉到有一道光，光里头是什么现象不知道。啊，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啊，那摄事我们明白了，总别相合了，这摄事。摄事的区分呢，不相杂乱，这叫格法。啊，法像我们刚才幻灯片一张一张的是法。
啊，每一章每一章，这叫各法。啊，但是呢，这个事实啊，各法了，相继相入，就像我们这个电影底片在放映机里放，你看在荧幕上相继相入，你看不是一个，你看好多个重叠的，哎，心里看它在动，啊，画面在动，好像是真的，啊，这个现象就是相继相入。我们今天六根接触的，这就是相即相入相，相似相续相，这就搞明白了。啊，佛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虚妄怎么讲法？这就明白了，真的是虚妄。啊，既然是虚妄，你要执着它，错了。你想占有它，控制它，更错了。怎么可能呢？没这可能呢。啊，不可能，自以为可能，这叫迷。这个不就我迷了？迷了就造业，业就感果报，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这么来的。啊，说穿了，一场梦啊，假的，完全不是真的。啊，这个地方也有梦作比喻。啊，这各法，那世事各法了，相即相入。想入，哎，不是前后长短等差别之相。啊，虽然相即相入，我们看底片一张就是一张，没有混杂。啊，那么这叫一尘。啊，一是许许多多张，造成一个幻象。让你感觉的它存在，所有现象世间法都是这么成就的，这是科学。释迦牟尼佛三千年讲的，没有科学仪器，也没有数学的理论了，他怎么知道？啊，今天科学家不能不佩服啊！我们发现了，搞了400多年，发现了，原来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就讲明白了。啊，所以我们非常有理由相信，再过20-30年，佛教不属于宗教，而属于科学。啊，方东梅先生把佛教介绍我的时候是哲学，高等哲学。现在我们学了这60年了，不但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所以有人问我了，佛法到底讲的什么？我说大概是5个科目。啊，伦理。道德、因果、科学、哲学，啊，这5样东西都讲到登峰造极，都讲到究竟圆满，这东西能不要吗？啊，你要不要，你问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要了，什么都能解决。啊，事出世间通通能解决，啊，解决世间的3样东西：伦理、道德、因果。啊，解决向上一种高等的，科学、哲学，都讲到最高峰，宇宙的秘密也。
全都揭穿了。时间本来没有时钟，无时无钟的，三世相应互摄，所以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念，真的是一不是二。如一夕之梦，晚上做个梦，高香百年啊，中国以前神话故事里头黄粱梦就描写这桩事情了。入世处世相容无碍，乃佛海印定中所表现之无碍相之也。黄粱梦的故事在中国唐朝传奇小说有这么一篇，一个秀才旅行，在路途当中看到个小茅棚，小茅棚有个修行人，好像是个道士在打坐，旁边煮了一锅高粱米来着，一类的小米他在等这个煮熟，旁边打坐这个念书人秀才呢走到这样累了坐下了之后就睡着了，就做了个梦，梦到他上京去赶考，考取了举人，过几年又考取了进士从地方官小官做起，以后做到了宰相做到宰相的时候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热热闹闹到最后退休了退休了，一直梦他的一生呢，一生到梦醒了，那个黄粱还没煮熟，你就晓得几分钟的时间，这个老道士就问这个秀才怎么样还满意吧，做到宰相了这个秀才一听吓呆了，怎么梦中事情他全看见了，全知道了几十年呢在梦中了，黄粱还没煮熟这个是佛法讲无障碍的法界，四无障，四无碍华严说的，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无碍。下面举个例子，又如智者大师，于阅《法华经》时，他读《法华经》。读到药王品，他入定了入于法华三昧，入定了。于一念前神游灵山，这一念像做梦一样，梦到灵鹫山。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华经》参与千年前释迦开讲之华严盛会他看到了
他还在大会里头找了一个座位，他坐下来听经，闻佛说法。同时啊，又与千年后之慧思禅师对话，传为千古佳话。啊，这里有个注解，记这桩事情。天台智者大师，啊，此年呢是之健康。啊，从这一年到健康，禅师慧之意，之意是他的发明，字德安。啊，生在荆州华容他县城，苏家县城。18岁出家，啊，夜见大苏山慧思禅师。慧思是他的老师，天台宗第三代的祖师，智者是第四代。啊，皆是普贤道场，为说四安罗行。啊，大师诵《法华经》，治药王品，是真精进。是名正法供养如来，乃悟法华三昧，或许愿陀罗尼，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借此油画。啊，思曰：如与成果有缘。陈国是六朝时候，宋齐梁陈，啊，王比李，你看他这个神游，见灵山一会是过去1000年，啊，跟这个。慧思对话的时候，慧思是他之后的1000年。这说明说时间不是真的，过去未来都在先前的一年。啊，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个时间障碍了我们？我们把时间看作真的，不知道时间是一刹那一刹那，啊，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啊，一念一念相续成就。每一年都是圆满的，啊，所以每一年相即相如的相，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啊，真的在移动的画面变成动画了，啊，实际上张张都是那么圆满，但是它不一样，不一样就产生动的这个观念。实际上每一张都不动的，念头太微细了，我们无法想象啊，我们的念头捕捉不到啊，它就是频率太高了啊，我们意识里头能够捕捉到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捕捉不到。
我们从眼见，这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他速度太快了，真看不见。是一个完整的像，一张幻灯照片，是个完整的，在24分之1秒的速度之下，就看不见了，只看到一道闪光，里面内容看不清楚。24分之1秒，把它提升到1600兆分之1秒，根本不知道，就在面前。所以佛说在哪里？就在当下，完全不知不觉。就在当下，什么就在当下？极乐世界就在当下。为什么呢？整个宇宙是一念完成，极乐世界没有离开整个宇宙，它在。佛在楞严会上所说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就是说一念，一念就在当初。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出生跟灭尽的速度太快了。我们看到几乎是同时。实在讲，24分之1秒，我们就已经感觉到是当初出生，当初灭尽。把这个提高到1600兆分之1秒，我们怎么会知道？这是高等科学，这是登峰造极。那么这个叫摄施各法一真门，如净义华严，这是60华严最早翻译的，传到中国来只有36000诵，华严经圆满的是10万诵，第一次传到中国来1/3，第二次唐朝传来，增加了9000诵，45000诵。80华严，中元年间。真元年间，唐德宗的时候，40华严传到中国来，只有一品，入法界品，只有这一品，40卷，完整的，没有欠缺。跟80合起来。除掉重复21卷，因为80有入法界品，只有21卷，新传来的40卷，多了一倍。所以中国华严经现在传下来的总共99卷，除掉重复的99卷。近代弘一大师告诉我们，读华严要读99卷的本子，八十
读到《利世间品》之后，就接着读《四十华严》。啊，这是中文本子翻译的最完整的了。啊，实际上欠缺不少，可是大意能看得出来。啊，知无量劫是一念，知一念即无量劫，言处同时，跟现在此地讲的是一个意思。啊，言是一念延长，为无量劫；处是把无量劫浓缩成一念，无量劫就是一念。作证仅仅无意华严，啊，华严里头有十玄，本经也有十玄。世尊就是毗卢遮那了，毗卢遮那就是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是法身，释迦牟尼佛是应身。啊，我土应身教主是释迦牟尼佛，一切是法身无量寿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经啊，无量寿佛成为法身如来。所以释迦就是法身无量寿佛，释迦与毗卢遮那阿弥陀佛不一不异。不能说是一，也不能说不一。下云，身即诸根，无有增减。这两句话为意思非常微妙，表佛身殊妙啊！啊，佛的本身没有现象，在净土法门里头就叫常寂光。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心理现象，没有自然现象。所以佛经上常讲它是空，啊，但是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空啊，欲缘能现万法，啊，怎么现呢？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就像一张照片一样，我们现在拿照相机，照外面像一个按钮，全部照在里头，一概不漏。啊，它现是全部都现，不会现局部，它是现全部。啊，念念都是全部，念念并不相同。我们用照相机就可以能实验出来。啊，你把照相机摆此地，
你把快门按十次就照十丈，十丈外头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它有变化了，你看不出来。那真有变化，它变化得很微细。像一个小草，1秒钟按下10秒，它10秒之前它嫩，10秒之后它慢慢长了，它长得我们看不见。我们看照相机照的有花开、花缩小。是半子收起来，那什么？那是各个10分钟去按一张，再隔10分钟再按一张，然后用快门给它放，你就看到，花开花合。所以要知道啊，宇宙之间一切万象啊，念念不一样啊，这是真的啊。决定找不到两个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真如，因为它不生不灭，它没有现象，那是完全相同的。有了现象呢就不一样，所以相是假的。性是真的，性是能生能现，法性、常寂光，这真的。所现的一切相都是假象，都是刹那刹那不一样。这是佛经里面给我们讲的科学，高等科学，让我们认清这个世界，真的要认识，假的也要。真的要跟他相应，假的不要执着。可以受用，不能执着，就是可以欣赏。不要被他骗了，以为是真的就被他骗了。佛菩萨的本事比我们高，就高在这一招。我们会受骗，他不受骗。所以他在一切现象里头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就叫诸佛菩萨。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叫凡夫所知。你完全被欺骗了，不了解事实真相，被蒙蔽了。这一欺骗，你就造孽，就是想占有、想控制、想支配，这叫造业。造业，善业有善报，果报现前。这三善道这么来的。不善的念头，有自私自利的念头，三恶道造这个业。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一生际遇，过去未来统统自己要负责任。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为什么？于人、于天地、于佛菩萨、于鬼神毫不相干，统统是自作自受。你把这佛经里头看看清楚了，就明白了。自己对自己要负100%的责任。迷是你自己迷的，悟也是你自己悟的。佛菩萨给我们的是正上缘，他不能帮助我们迷，也不能帮助我们悟。所以悟是自悟，迷是自迷。佛菩萨只是把他的经验跟我们分享，
给我们做参考，如此而已。啊，我们要相信他呢是觉者，觉者是绝对正确的，绝对没有错误的。啊，跟他学是对的。啊，你要跟鬼神学，鬼神是在迷，不是完全觉悟。他有些地方对，有些地方不对，通通跟他学会上当。那怎么样呢？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亏就吃大了。啊，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完全放下，要神通自己可以得。念佛心力集中之后，能力就现前。啊，因为这是我们的本能，我们自己可以跟佛菩萨沟通。啊，不必听信外人，这比什么都重要。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学习到此地。